So I told her. Excuse me? Can we have two hot paninis? Yes, sir. Two tiramisus and an americano, please. Okay. Thank you. Ellinga, 我上次大概算了一下，你从赫辛这一来回大概要七八个小时。你这次特地过来是有什么事吗？受朋友之托，回来一趟，处理个小麻烦。哦，黑哥，那你平常不忙的时候多久来一次呀？两三个月吧。我的店名我自己顺路。哦，只不过时间有点紧，我们要早点出发了。我好了。我也好了。走吧。这边。哦。他们怎么忽然混熟了？感觉我是多余的。Red fish。想进去看看。哦，不了吧，改天吧。你今天不是着急走吗？那改天。哎，姐，你看，等等我啊！
到了。哎姐，我去那边看看啊。你别走丢了。啊，知道了。试试。哦。这个是树莓味的，怎么了？有点不太好意思，感觉在占人家便宜。你朋友想要什么？给我发的这几款。Excuse me. 别害怕 ，pound of each kind of this. Please, thank you. 谢谢。你要是着急的话，你先走吧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再约。嗯。林哥呢？哦，他着急走就先走了。哦，你买了什么？杯垫，还挺好看的啊。买了什么豆子呀？给你意见吧。哦。OK, you can come. 哦。Oh, sorry.